来看第六位的精彩提问。刘德华主演的电影《盲探》频频举办宣传活动，他演的盲人也常常被拿来与梁朝伟曾经塑造的经典盲人相比较。面对这样一个容易得罪人的犀利问题，见惯了各种场面的刘德华也难免手足无措。你演的这个角色跟梁朝伟相比，你是比他强呢，还是两个人之间难分伯仲呢？我觉得这些问题就有一点太难回答你，我真的不好说，我怎么说都是错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麻烦你真的不好意思哈、真的，我觉得这个戏整体来说好看，